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废话不多说 ，fight！ 哎呀，不要被抓！哦，他是会分身的爆炸你，真痛苦，不太恐怖，不要上去，不要靠！那要特别小心。OK， 现在很多人在撞你，会。游戏霓虹有 Daisy， 欢迎回到直播的崩坏学院时间。我是哲平。然后呢，其实现在是早上五点多，好，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来录个12-2关卡吧。然后上一次挑战是，我们终于挑战完到我们12章，然后上一章节是那个武士女孩，然后我忘记了人是怎么样。啊，不管，然后我们今天挑战的是12-2关卡咯。那看图像的话应该是鬼火攻坚手女孩主导啦，所以我们现在就赶快来找个好朋友吧，然后开始挑战。Yes, 一个哦。刚睡醒。好，然后记得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关卡是有点窄的，所以大家如果碰到一堆那个摩托车女孩，刚讲究到，碰到摩托车女孩就要特别小心，要赶快来闪避她哦，要不然为什么满地的大火焰？这些安装啊。好，然后这关就是很多大只企鹅娘 and 那个鬼火弓箭手女孩，哇，好累个，等一下。鬼火弓箭手女孩还有那个摩托车少女，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再小心，尤其是能够先把那个鬼火弓箭手女孩先杀掉的，先请去吃便当的，你赶快请去吃便当哦。好，第一次精怪出现是我们的那个锁链女孩啊，她拥有的是孝盾 and 那个捆绑还有火球术。好，不过这个没关系。然后记得最大的敌人绝对是这些小妹妹们哦，因为他们实在是很危险，尤其是那个会射鬼火。你看看，我就是觉得那个鬼火应该是那一件的，就是他们射出来。好，第二次精怪出现的是我们的钢弹女孩，她附带的效果是毒气眼的瞬移，还有那个推，没关系。哦，怎么要吃这么大的效能？电脑都在那个喽。那我觉得这一块大火焰应该不是他们制造出来，应该是那个什么那个电脑，就是这关卡赋予能力。好，第三只精怪是我们的弓箭手女孩哦，她被附带效果是分身 and 孝盾，还有那个什么武器加攻击力加倍。然后如果大家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孝盾的话呢，应该是从后面开始出现孝盾之后，就是效果抵孝盾啦，所以我就叫做孝盾啦，好不好？对不起，先断一下。好，没关系。那看来目前还 OK。然后因为配上了上一次跟一起抽那个阿修罗之怒的那个抽到的是精英猎手，所以现在打精英妹妹的时候都有点就是不会说很慢。好，第四再来的精英怪不知道第几只了，所以就不讲数字。再来的精怪是我们的护士小姐哦，她配到的是那个不是护士小姐，是障眼法，她附加的是障眼法。然后你怎么就这样死掉？我还没介绍对不起，忘记了。反正她是防爆盾女孩，然后她带的是那个反甲哦，所以我刚刚那个黑洞枪打下去呢，她就一直在扣血，我也一直在扣血哦。好 ，BOSS 来了，有点那个啊。好，刚才 BOSS 两只精怪，一只鬼火弓箭手女孩跟一只摩托车少女哦。啊，这个的话，鬼火弓箭手女孩是附带的那个干扰效果，还有防御力加倍。然后那个摩托车女孩是附带加速你的毒弹哦，所以大家特别小心一点。好，多亏了那个精英猎手的符，所以很顺利的就把精英妹妹都邀请去吃便当啦。然后这就是我们12-2关卡啦，谢谢大家收看啦，我们明天再见咯。我要去睡觉咯，开玩笑，继续录。